人其实小有村民风流，不过是从黑里入哪里盼着的灯盼烟，你听看不清闲月边冷暖苦用我这样，你却真不会功名先做飞秋天的湖上，书生厉君玉孤独的漂泊，天地茫茫，不知何处可以安身。走吧，原来进了城，我们就可以找一家旅店了。李坤，早就打起小跑来了。哎，好吧，就依你。在这里歇歇片刻。谢谢相公。是刘记这老人做的好事。
一家人，烧把身子垫不住，你有一个男丁，有一个天不地方，死东西西，从今而烫啊，快喝点姜汤。不要紧，我不过是受了一些风寒。客官，客官，什么事？啊，没有什么事。我家丁子叫我来取房钱。什么？今天刚进店，谁要房钱了？嗯，你这个小兄弟大概没有出过门吧？人家，哎，这位老张，你说一说，哪一位住进来不先付点押金啊？嗯。你没有看见我家相公正在休息，还少得了你们那点房钱吗？好了，等一会，等一会，等一会，请你们送去。怎么办，相公？就剩下一点钱了，原来想请你去请医生的，又来了要房钱的。永来，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哎呀，相公，你想一想，昨天在城门口困告示。告诉，嗯，远上做那王府公子，真是祸不单行。是啊，眼前就过不去了。不请医生，你的病好不了；不去房间，人家又不交事。哎，请什么医生？你家相公不是读过医书，懂得医道吗？嗯、这点小毛病，自己开过方子吧，快替我念嘛。哦，对了对了，上次老太太吃了相公你开的药，两天就下房了。嗯。哎呦，看样子马上要落雨了，快搬进去吧。好。老爸爸。哎。两旅的正往回呢，苦雨偏惊远客问，无病轻身饮一阙，无事孤身走阳春。公子，公子，是哪位在问我？是店家吗？那房间？哈哈，不是要房间的，实在闻听公子亲人，贵人心外。
可否相见一叙？啊，既然是此，请进相叙。哎呀，公子有病，反复气场，反复气场。老丈，请坐。哎，好好好好好。哎，坐坐坐坐。请问老丈真姓大名？老贺，抗新人，来往于云贵湖光一带，是做亚财生意的。哦，请问公子，小生李俊哟，乃是隐居深院，路途偶转小样。哦，新科人士以书敬畏，不想惊动老丈，真是见笑了。哎，哪里哪里，公子高在，老贺钦佩得很呐、啊。哎呀，公子有病，晚该接招，请以真事才是啊。用来，要说来了吗？嗯，这是万千的呀你。什么呀？相公是相思之根。哦，公子。一方可否一管？嗯，呀，怎么没有医生署名？老伯伯，这一方是我家相公自己开的。哦，公子玩懂医道，钦佩钦佩呀！小生初识己方，万望老丈多多指教。好、哦，不管不管，我看方中这位呀。倒是不可少的。我王宗真有神药，拿来贴上就是。这，啊、哦，是次多谢老丈。好，我这就去取。哎，康老板，康老板。哎呀，你怎么又来了？哎，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哎呀，你到门外等一等，等一等。好、哦、好，小兄弟啊，你叫我等一等，我就等一等。你叫我在门啊，我就在门啊。只要你呀、啊，你稍儿稍儿。哎哎哎哎哎，你这话差不多。相公，怎么办？这，哦，这字画你拿去当了吧，相公。这字画挡不得啊！不要多说，快拿去挡了吧。相公，去吧。小儿，看吧。你又是来要房钱的吧？哎，李公司的账记在我的名下，一日三餐不可怠慢啊！是是是。这怎么能？李公子，这包相思之根拿去拾呀吧。多蒙老丈为难相助，不知何以为谢呀。注意防备了。原来是兔子啊！笑笑什么？于建章，上山这事，上山父亲啊啊！多谢多谢多谢大王救命之恩！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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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姐不要生气，我今天送礼物来了。谁喜欢你的东西？小姐不要困错了，这是新娘子穿的结尾呀。新娘？是啊，小姐今夜谁要做新娘了，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片诚心啊。什么？你姑？嗯？嗯？好姑娘，好姑娘，不愧是王婆都督家的女儿。你个草坑，怎么知道我是王婆都督家的？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你究竟是何人？你看看，我是何人？我就是车德山寨主韦永达。韦永达？哎，你是个女的？嗯，小姐，你知道跟着王普元帅出征反邦的先锋总兵韦混吗？我就是韦混的女儿韦永娥。你若不信，真有此意，可以为证。韦焕总兵，庄公显赫，他此亲赐。我将真相告诉于他，他可要与你拼命的哟。
恩在心，家义儿亲营救，留子他乡，他下的是他虎少小成丁，应有人高兴在大局，少娃他先做得太深。流苦的天气要查无花子无无得三方公子好在我们我母女陪酒早把天我的见到福音心这人海茫茫，不知何人才能相见呐、啊？为难即自交，自情各为亲呐、啊。说得好，说得好，自情各为亲呐、啊。老张，你连连叹气，不知有何心事啊？既然是你不依赖，我不抗，倒不如两家合成一家亲。老汉我有意认你做妻子。可应承？家姑，可不要辜负了老张的一片心意呀、啊！家姑，礼物在上，就每日一份。快起来，快起来！女随康姓人回到康的乡居，勤奋苦读。乡试名列榜首，高中解接着又进京赶考，殿试点中状元。
结的婚，何止他就在亲？新姑爷进府。不，我叫你快到，你快，爷爷到不了啦，怎么办呀，天公？
想着新娘的容颜，多么像我侄娘的女儿苏应心。这新郎的容貌，真像小姐孟丽君。再见他也都算数，今一生他不知苏阳西更是人。一听这两老相公不子女，他是女的精神，千人一让不分天，一朵子花开真心。娘子才就抛中小生，此乃三生有幸，此花一朵，卷足今晚庭前之物，还请娘子笑纳。此花，香甜。
后来呢？王小姐身旁里见我等你，这龙王充满了这小天分，因此你真能焦虑两身伤。
哎呦，哎呦，你是何人？哎呀，是我呀，是我呀！不要慌，我叫他进来。永来，快叫尹书记。尹书记，你是？尹书记，永来，你看。哎呀呀呀呀！你这鬼丫头，看你扮成什么这样？哈哈是给谁立的牌坊？原来孟丽君的父亲孟世元和国丈刘杰在金殿上展开了一场争吵。孟世元说刘杰的儿子害死了他的女儿，刘杰说孟世元的女儿刺伤了他的儿子，双方面争吵不休。皇帝只好出面调停，决定为孟丽君建立牌坊，表彰他的节烈。清静烈女孟丽君，宋诗人根根正心且无私，爱烈女茫茫碧水葬香闻。好一个茫茫碧水葬香闻，好一个孟丽君，真是接力可风啊！可风，可风，可风啊！来。冠生真不容易，当今皇帝建立了八方了。哎，这八方完全为娘子你所立的哟。哎，我是假的，你才是真的。哎，我是徒有虚名，你才是名副其实的孟丽君呐。哪里哪里，我这个假的早已淹死了，谁等你这个真的早是我孤零的。是此时来你我真是一对活死人哦。皇太后病重，众太医束手无策，皇帝特召丽君玉进宫为太后治病，他不顾太医们的反对，力排众议，妙手回春，治好了太后的病。啊，长远过。太后高兴地向皇帝为君玉讨封。正在此时，藩邦大举入侵，边关形势紧急，朝中再无良将前去抵挡，君臣焦虑不安。
新科状元李君玉上殿献策。朕有罪状，请万岁御览。啊，李尚元，据亲所知，对付反帮嫂嫂。必须以重病套治，出疾病升职。是，反帮屡犯边境，气焰嚣张，若不发重病征讨，恐怕边民涂炭，国无宁日了。哎呀，万岁呀、啊！反帮兵将凶悍，势不可挡，且派我朝大将王福晋出兵征讨，上前缺席投降。若再出兵，朝中何来足以抵御的精兵强将啊？是啊，李尚元，眼下边王进击，各种迂乏良将，唉，真是左右无力，后右无方哦！万岁永驻。
在深山里，这时他听说皇榜招贤，有罪的人也可前去应试，他立刻和他的好友熊浩进京复试。武艺高强，连战连胜，主考官厉金玉点他为武状元。在宣布的时候，厉金玉面对王华感到好生面熟。他非常兴奋，但又不知道如何才能证实王华就是黄埔少华。苏映雪是曾经见过黄埔少华的，他出主意说可以请王华来府一叙，由他来辨认。恩师大人，有生拜月来自王恩师死者，念兄国事外重，不必介意。恩师等梦的生子王娃东征不忘恩，也兄不必太拘谨，你我都是一朝臣，下官年少居高位，惭愧不敢曾私登，今儿相见应当礼，君也儿来母也明天，今可因年兄苦思云暖人，家居无子，有几人听得闻爱恩念，对恩子该不该居得大半徒增进，兄为我不应声，莫非你有难言应？哦，不不，恩师，王娃只有你丧亲，多年来漂泊江湖已孤身，怎梦永好收留我兄弟俩？当今父子的亏命，有生我就利用来家居你，亲朋戚友照应心灵，他儿无大我喜他恩人
实在年兄所说，你乃是云南人士，真是。你真是云南人士？是。啊。一个是云南本名杨子峰，有一位小弟，他叫马。起忙里去，一点点不与我爱是放弃，将一杯冲加一问，真是啊难不知忙里去他是怎样的人，只见他本人也非同，望望他是路人，无须细问。面对郎君诉说，求心却忙里君出征，忙里君。陪你马里君，千禧上百禧心酸一段情，他本身贵是美女，不妨是烈女许人，王府公子对过去两人真就忙于婚，一言三件定终身，忙于情系少忘心，我就落线起多心，与他我同门才来王府一家人，忙于正在王府愉快地趁机这份心思分，天子下诏周大美弟兄陪地陪家留门同王花风心思王小姐，孤身在旅而死了。死人是真啊，这啊，恩师，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这个嘛，哦，我无非也是听人家说起。怎么，你还不知？皇上已经见王小姐立了真立牌坊，京都的人都在议论着这位林玉的故事呢，你怎么还不知道啊？哦，此次说来，他已不在了，不在了。李君，我的妻，你死得好惨啊！严兄，你哦，不不不不啊、哦！那你方才为何如此悲痛啊？我严兄，看来你是有难言之隐，是不是？不肯与下官言讲啊，这
革命文心，来金银子的朝廷请问王府上话。你就是王府上话。怪不得。怪不得。快请进。我是说年兄你不必惊慌，早已王榜上写得明明白白，有罪之人既往不咎。年兄你既不见外，此事就你知我知，千万不可再去声张，得等年兄逃命反帮，再应禀奏皇上。是，这次期间天大的事由下官替你担待。恩师大德，从事泰山。哎呀，年兄，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年兄，不必过于悲伤。听人言讲，孟丽君流散之后，死守八人不见，说不定苍天热烈，被人救起，也未可知啊。丽君啊，丽君，你为我受累，今生今世，你我还有团圆之什么？父啊，老爷啊，老爷啊，夫人，四母，拜见四母，请起。不负众愿望啊，上殿见驾。臣王王见驾，我王万岁便是。皇帝恩准王华去招抚崔泰山的强人，只因翻帮少累，他遭崔泰山蹂躏，而拜见母亲。快起来！黄埔少华得以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黄埔长华团聚。女儿，哎呀，儿啊，女儿。
刘奎璧赶来企图破坏，被少华抓获，揭露了他的阴谋。啊！少华等平番霍大胜，救出了他的父亲黄普敬和先锋魏焕。万岁！他封为忠孝皇，掌管天下兵马，协助隆恩。晋国将军王普长娃，臣臣。晋国无敌，英明远扬，他招命进贡，偶选朝阳。臣女领旨。并乱祝先锋勇傲，有先锋为勇武。臣在。英勇善战，攻击之志，得封勇傲为平江侯，为勇武为吉英女伯，天子为媒，女侍儿亲即为夫妇。谢万岁。都元帅王普敬。臣在。总兵为欢。臣在。而亲为奸佞所害，身陷藩邦，被囚三年，威武不屈，不改衣冠，忠心苦家。得封王普敬为武先王，魏焕为华定伯。谢万岁！国让刘基。臣在。办事昏庸。教治无方，清明削去侯爵之位，三年不得上朝见驾。谢万岁宽容。兵部尚书李金玉听旨。臣臣。兵部尚书李俊玉建言贤能，安邦定疆，有莫大之功，得召李清为保殿大乐寺，命者奉相，谢之隆恩。正当听令上林苑大宴群臣，为李清庆功。万岁万岁万万岁！
得见，那英雄人再见人，千丈门高问路人，头顶顶里别喷酒。众卿请啊，吾皇洪福天赐圣业，归运昌荣。啊，众卿请进行啊，请。莫非是我姐姐李俊壮子？嗯，佳丽，你过去吃发困困的茶，水杯上有没有那颗红痣？嗯，恭喜李丞相，我们心情愉悦。多谢各位大人，请啊请啊。下官海林玉是孟佳丽。莫大人用灯相会，多谢孟大人，请。哎呀，不真实在，实在实在啊！哪里哪里？哎呀啊！哎呀，中小啊！哎呀，这个呀是这个呀，恩师在哪里玩嘞？你们有事？那佳丽，你倒说说看。我。忙里去一副等下回年台，你表堂的飞彩军，如果他随便有红子在，我故意死死把酒敬，哪知他回头到底丽君玉是不是女儿孟丽君？父子俩吞吞吐吐，不敢确定。孟母思念女儿，痛苦万分，病倒不起。黄埔少华前来探望，小婿得来拜见，万望大人父体早日康复。他看到了孟丽君的自画像，恳求岳父岳母让他把画像带回家去，可以日夜厮守，终生相伴。这是我最最思念的画家。不知文艺多空有梦相随，
丞相，忠孝王府派人来了，说忠孝王身体欠安，请你姑父去为他看病。那正请帖。哦，请。
莫非是这瓶中怀有病？我万事在己眼前，多留神。丞相，嗯，丞相，你过。丞相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呀，失礼。老院中哪里哪里，请坐，快快请坐。多谢，请坐。啊，老院中，听说众小王身体不适，这是。他来了，来了。啊、哦！恩师大人，众小王，快快请起。丞相，请坐。好。儿啦，快请丞相问吧。为父还要亲去吩咐为丞相备宴。老院中不必客气了，丞相下官失陪了，请别。忠孝王得为师替你恩吗？多谢恩师。
请张口。啊，恩师大人，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是急性病。急性病？恐怕是肝火太旺了吧？恐怕是营养失调吧？哎，我这急性病啊，偏偏遇到一些慢郎中。恐怕只有慢郎中才能医好你的病哦。啊，恩师，这营养失调是必须快刀斩乱麻才能生药的呀。钟小王，只要相信医生，是没有治不好的病哦。啊，恩师，那我该吃些什么药呢？你的病不用开方吃药，只要心平气和、耐心休养，是会好的。用来吩咐配角。是。啊，恩师，你这就要走？哎呀，你走！哎呀，你怎么去？啊，恩师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生的乃是死盲病啊。哦，死盲病。啊，常言道得好。谁有所思，也有所梦啊！不，我是的不是梦，是盲。那，我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哦，你的病是为他而起的。啊，恩师大人，你看，这是孟世元大人家的小姐孟丽君的丝袜像。哦，这是孟丽君的丝袜像。哦，难得，难得呀！你看画得真呀！啊，哦，画得好，是画得好啊！画得像，是画得像啊！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哎呀，饺子怎么还没有备好啊？
这是哪里来的传闻呐？算计我听的不是别人，就是孟丽君的父亲，我的岳大人孟志远大有事。哦，是此说来，孟丽君真的没有事？没有事，我要去找他，哪怕是天涯海角、天崩地裂，我也要把他找到。你真是个尽忠义气的好丈夫啊！啊，恩师，你哦，年纪呀，无几之事，须多想，好风来时，同时上。求情长，我为他痛骂空空长挂念，我为他死不得去受空亡，我一片真心比天标，他无动于衷为哪君啊，孟丽君，你明明我母亲在自杀，却故意仗着马路一样，本心本意不理不睬。孟丽君啊，孟丽君，你的心也实在是太狠了啊！这是你出轨他了，恩师大人，你怎么知道是我出轨他了呢？演戏。你为瓦匠起兵，愿瓦匠，可是那瓦匠一看，
南方，你看他去不清楚名字经，想着他你的心如刀子将，你看他柳眉带梢刺猬长，想必他心中定于好自当。知道他的心。李俊，李俊，什么啊？你丞相，丞相饺子已经备好了。哦，钟小王家中有事，就此告辞。李君玉回到家里，不料孟嘉玲已经在门内等候着他，说是他的母亲病危，恳求君玉去为他的母亲治病。真病来了，母亲是当朝宰相李相爷，他一道高明特来为你看病的。啊，谁来了？李相爷，难为你百忙之中为老身治病，真当不起，当不起。老夫人千万不要客气，
要送你到为你养老，但不知你的病。我的病是为我女儿而起呀。想来你一定知道，我的女儿才在三年未归呀。哦，李仁祥，哎，我冒昧问一句，你的母亲可安健在？啊，哎，我的母亲，哎，她完成我的家乡。哦。领当他苦思念于你，这他自然思念于我啊。那你是否思念于他？当然，养育之恩，终身难忘啊！啊，夫人。你不要多讲了，随请李相爷为你诊病吧。不用你管，不用你管。你是说养育之恩终身难忘？当初我这个为娘的没有照顾好他，唉，可叹我那女儿。出走三年，听说已是大富大贵，却说是不肯回来生他的娘亲，他大概是记恨在心了。我这也思念于他。盼他归乡他位，官上成顿，病色高亡，困起来，今生今世，我与他是无缘再相见的了。母亲，夫人，母亲，夫人，母亲，夫人。夫人，哎呀，夫人，夫人，你快醒醒啊！夫人啊，夫人，哎呀，夫人啊，你快醒醒啊！夫人，母亲，夫人，夫人，夫人，娘，娘，娘，母亲，母亲呀，娘，娘。母亲，母亲，儿啦，母亲，孩儿有罪，孩儿对不起你。不不不，为娘的对不起你，好儿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来，娘为娘好好的宽宽你吧。
我的好孩儿。哎，姑子，姑子，我这不是在梦里吗？母亲，我的儿啊，自从你离家远走，不见人，为娘子哭干了眼泪，叫老爷女儿在他坟前呀。
呀。不是女儿不孝爱无亲，担心你女儿，都是为父不能不能保护女儿。不，小姐请。哦，李君，为娘要你问上原来的账本。是。
母亲，不孝女儿有话不能不禀告爹娘。儿啦，你为何忍心得闻如此的凄望？女儿身被死掉大罪，女儿生也是难以恢复。怎么难以恢复？医生，死掉大罪。哪死掉？第一条，叫丈夫死在朝廷，欺君大罪要撵成。这第二条，少乱阴阳俱相位，离教难容为法人。这第三条，实在两夫为女婿，绝不用杀西大人。这第四条呢，女子娶妻世上少，无人管家乱高唱。啊啊！泪伤心，子女不能结下盲道问路云，难以为家翁争婚，求爹娘千万保守儿秘密，切莫为人牺牲心，再累人心。少华从孟丽君的乳娘那里得知孟丽君已经认了母亲，皇甫少华大喜过望，连夜写本章奏请皇帝恩准他和孟丽君完婚。啊，李丞相，今日朕有一事要询问于你，望你对我从头言讲。啊，请万岁垂询。你是云南哪方人士？微臣是云南昆明李家镇人。你与梁丞相之女乃是首次提婚？是。啊，梁丞相。臣才。据你看来，李丞相与你女儿的婚姻是否美满？万岁，两人情投意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哦，忠孝王，你苏州之言是否件件是真？是有谎言欺不完了欺君之罪。来，接李丞相一游。是。
李丞相，你为何发笑啊？我想这上主掌之人，正是异想天开，痴人失梦。怎么，痴人失梦？痴人失梦，满纸荒唐也。曾小王慈悲真荒唐，今则为人是红方，他定要斗胆去人家，向人老师做帝王。岂不闻吕国舅将去忙子女，忙李君遭遇敌手一名房，英明天子恩何容亲自金雕李白方，臣子岂能再不生，难道是忙李君借此有外扬荒唐言杀传呀，李仁武自从回乡里找到李君玉，披冠冕冠金王章，我就万岁这四方。忠孝王，圣人，李丞相之言你都听见了，你还有何话可说？这李生，这是那头碎的女子，这，这个我，王府将军，这金殿之上乃是朝人举朝大事之地，你上表求婚，一时不忍体统。李丞相乃是国公之人。你口出狂言戏弄于他，不就是戏弄寡人吗？你自己想想该当何罪呀？不过万岁，不过还有什么不过啊？万岁，杀不是确有病症，沈七官是四毛万，沈这里却有一副瓦匠。什么瓦匠？谁的瓦匠？这瓦匠，忠孝王，瓦匠在哪里呀？是与朕取过来。孙子，怎么，这就是莽丽君？是他出走前留在家中的。哦，是他留在家中的。是。李丞相，臣才，怎么你的容颜可是这画中的美人？这是什么道理呀？啊，万岁！自当自当。
请休止，爱卿休止，爱卿的话有道理，有道理呀、啊！哎呀，亲家，李丞相到你府上的亲家母看病，不是一路正经了吗？啊，吴先王，你得真讲。万岁，实在吴先王所生，下官与孟老夫人困病一事，这是出于一家一片恻隐之心。孟老夫人乃是久病之人，眼目昏花，神志不清，她出生下官为女儿，其实这与下官何关呐？是啊是啊，当然当然，这送我失气呀、啊，孟龙图。老臣才，孟丽君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和李丞相同朝为官，如果李丞相孤枕就是孟丽君，难道你就认不出来吗？是啊，孟老相公，下官在此，你要仔细的看，仔细的认，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你要小心了。孟龙图，你认出来了吗？老人言老言话是认不清楚了。嗯，奇哉怪也，好端端的一个李丞相，怎么说她是女流之辈？还是李丞相说得好，世上之人千千百，容貌相像一并长。事实不说，一个闺阁女子怎么有如此容才大量，怎么能事过恩邦，为了三台呢？忠孝王，现在你好生大胆，一个你的恩师，一个当朝天子，岂是被你作耍的吗？十八年已是当朝国君，立下汗马功劳，少不了是你个欺君所弑的大臣，证明你七日之内闭门思过。从今以后，凡事要三思而行，这不可是此朝辞。臣命退朝。人真是没有爱你呀、啊、你呀、啊、
你对我恩也同，你。
忙李俊啊，忙李俊啊，好一个旷世奇女，好一个世代佳人啊。丞相听啊，好
真是问，是真是中有何心肠？草木叶子是真重，身体当地万岁，你演错了，正错在哪里呀、啊？岂不问君无戏言呐、啊？这个，我阴阴阳阳来跳动，他苏苏太太挖当风，我是团子。叫上礼，好、哦，啊，云游地难作揖，明如自空照人。十里风后天有意，山清水碧地。无心呐、啊，范长生态教育红时候下手哦，千人峭壁劝教子且早为退，这个李青海。今日朕有心为臣，你我就去天香观动上牡丹吧。天香观？是啊。啊，这天香观乃是他招新后妃的地方，我怎么去的？李爱卿、啊，来呀！万岁！奴才好来。万岁，子女恩。
山守夜地，镇宝军万家无忧，落生平。举二字为不自寻，这什么国事废了？李爱卿官职小意，是因为国操劳。今日正定要请你去天香观洞上牡丹，空饮美酒，以表寡人一片心意呀、啊。这，哎，李爱卿不可推辞哦。啊、哦，万岁！来。愿中章等拜驾天相观。是。天相观上阵，引儿升轿。万岁母，请。李爱卿来呀。爱卿，你来看呐，这天香观牡丹凤台千姿百态，正是国色天香。可他们见了你，怎么也躲躲都把头低下了？百岁，你是到哪里去了？正是牡丹花中王，永永王位贵雄方。这位奇葩通灵星，不如他低头跪拜赵君王。爱卿真是好才好才呀、啊，真正是服了你了。爱卿，请吧，请。李俊啊，哦哦，怎么万岁才叫李俊啊？不不啊，万岁是说这是莽利俊的画像吗？是啊，正在呼唤李俊呐、啊。爱卿，你可知道朕为什么要把你要把他的画像挂在这里呀、啊？这。鄙人哪里知晓啊？好一个不知不晓的李爱卿啊，李卿啊，thank you.
忠孝王，天爷无耻无方超，更何况君的臣妻要论忠诚。哎，妻，你难道不知道？三年前是死了一个莽立军，正为他立了一个真理摆放，如今困着瓦匠上的诗句，每日却病必死啊。看起来此你与贼道为官，是叫上犯了欺君之贼。他应自挂身一片真心呐、啊。好了好了，尽孝赏花应酒，不但记他。来呀，奴才才，快快献酒上来。遵旨。爱卿请呐、啊，万岁请。苏映雪见君玉直到深夜还没有回家，焦急万分，她派了荣来带着元宝设法混进宫里去见皇后娘娘。什么事啊？公公，万岁，你今儿更是问鄙人不可久留，就是高事忙，今日饮酒赏花，君臣同乐，你爱卿不不为父，就在宫中歇息吧。啊，万岁，宫廷内院乃是王家禁地，鄙人哪敢久留啊？哎，有朕作之，爱卿不必多虑。来人啊！奴在才，传朕之意，今晚李丞相在天香观与朕同榻。内外进门，闲不上书，三宫六院各自关门。孙子，且慢，万岁！将李贼在王家纵容自爱，你应当兵中心不要逃。来就来了，快去迎接。啊，智童，天这么晚了，你晚到天香观来做什么？那么晚岁，天这么晚了，你到天香观又来做什么？这我来嘛，是说有我的事咯。以我的事吗？你李君玉见驾，娘娘千岁。李丞相，此人你的苏都来报，是你将夫人久病复发，要你速速为夫呢。这是哦，万岁。哎，
怎么说走就走啊？这万岁，臣妾之病只有微臣才能医治，倘有延误，恐有生命危险呐、果真是此。哎，臣家夫人重病在身，怎么枉不放他回去，还留他在此？这人，你啊，臣下万岁已经准了你的家了，是不是？万岁。丞相，请便吧。多谢万岁，多谢娘娘。这，老聂总，请坐。下殿请坐。啊，老聂总，你冒雨到此，不知有无贵官？相爷呀，容那日子。家境荒，臣不知。相爷呀，我只得冒雨来相伴。我不管这事，就相爷看病，只求相爷去看一看我儿的气色。煞有救，求大人念在死生之间，开过起死为生的药方。煞无救，也只好听天由命的了。果真，此事沉重了。这等事，哪管再对不起下意。老院长，不是我不肯相信于你，只因嫌犯与盲老夫人看病，盲夫人冒认女儿，使我受了一番连累，我是再也不敢当医生的了。得罪呀，是得罪呀！哎呀，相爷呀！哎呀，老院长，你这是做什么？宋孝王的病很难得症下呀，他是玉门在心，久病成仙。凡本受去，千本恨，我是一点痴心为你君啊。宋孝王是为师者也，盲孝计不是你不年讲啊，倒是你命中的母心。母心，说得好，说得好啊。少娃，你就看得远一些吧。远，远，只怕要等到
累死了。宋小啊，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恩赐。
两人可今天作文，哪知道偏是母难终不幸，为首心他离家出走，去到昏人海问人间呀，因到如今他自己也不知，会不知恩不知能否生兄。这时皇太后又突然宣召李君玉进宫，说是自己盼孙心切，特地请他来画一幅送子观音。请太尉千岁御来。画得好，画得好，果然是丹青妙笔。朕太尉千岁赞赏，不胜荣幸。但不知太尉千岁还有何旨意？爱卿辛苦了。哀家先赐你女婿三杯。谢太尉千岁。
李润香，这是西域进宫里原创练就，不伤李为香人得很呐、啊。万岁驾到！李人春节万岁，平生春节母儿，王儿做什么来了？奉圣母儿召李仁相进宫，为之送子过迎，孩儿得礼前来欣赏他的手笔呀、啊。哦，这是什么美酒？娘我也来尝尝哦。哎，王儿，这酒是我特地赐给李仁相的，王儿不可负礼。来来来，快饮了我这三杯女酒。多谢太儿千岁。谢太尉先生，李仁告辞了。去慢。啊，李仁香，哀家还有一事相求。哀家看了你的话，确实不同凡响，只是有话无事，未免也害我。是非之事，也请李仁香替哀家提了吧。这，哦，承蒙太尉赏赐，此次李仁就放肆了。你，哦，母后，天色已经不早，李仁香，你明日一早还要上朝，是否就回府去了？哎，李仁香在此明日。片刻就可离愁，王丈，你何必为他担忧？是啊，王儿，你又何必为此担心？请，李仁遵旨。写得好，写得好啊！为父是去买李仁香有些醉了，快扶他到清风水阁歇歇去吧。是是，原来这是黄浦长华给皇太后出的主意，他们用药酒把君玉灌醉，借机来鉴别他是男是女。两个宫女发现了君玉的真相。喂，你们两个搞什么？做什么？慌慌张张，
房上休息。啊，永雷，小姐怎么这人这般模样？今天王太后是我三百天酒啊！你说来走两不消，这三百天酒你就三百天酒，莫非是啊？阿勇嘞，快去烧香走一趟嘞、哦！你先不要去想他。我叫你脱下靴子休息一下再说吧。怎么，相公？什么事啊？哎呀，你看，你看啊！休息呢？是啊，你的红休息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啊？是不是在你喝醉的时宫中饮神？他说是毛鱼出宫，有要紧事情会见相爷。小公公，本官在此，你何事相上？李丞相。你还认识我吗？好、哦，原来万岁驾到，为臣叩见万岁。哎，请快快请起呀、啊！万岁，你为我出宫冒雨前来，真是折煞为臣了。李爱卿啊，东风西来吹小笛，这辈子君臣在念，此一梦啊，
而且是也非也，怎么你不讲话呀？感谢万岁隆恩，有意封我为贵妃，不奈微臣在你身中又招许王府少华为妻，因此不敢受此恩宠。咦，但寄望万岁厚爱，是当再迎三思。用朕三日以后，上呈进表，答谢万岁，望万岁准允。既是此，又何必忧心忡忡呢？爱卿，你可知朕对你的一番苦心呢？好，证明你三个字后血本上帝，就是你要隐退万象，朕会安排你去你孤安长生。等我正召你进宫，不过你走本子可千万不要提忙里追三个字哦。宋万岁，不必远说，我现在还是个内宫
小太监呢？哦，千万记住，不要提莽立军三顾四哦。消息惊动了朝中的文武官员，他们纷纷前来探问实情，梁简敷衍几句把他们送走，只有黄埔少华还在恋恋不舍，不想离去。宗孝王，臣下有请。这跪替请安，我心中则为牵挂。我宗孝王，如今你该满意了吧？你的恩师，你的恩师陪你弄到这步田地，这枉让他。皇上已经认定我李俊耀是个女儿身，昨天为我到此，就是要我进宫去做他的妃子。啊，李俊，这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呀？做妃子就做妃子，有什么死的？死不得的，这当然死不得，当然死不得呀。我看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你怎么讲？三日之内，我就奉命进宫，终身管家，做他的妃子。你，小王，宗小王，哎呀，小姐，你怎么好这样对他说话？你困他，宗小王，宗小王，快去找他，少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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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小王。刚才的话，可当真？你想，我要真是莽立军，我能这样做吗？少华，可时间已到了这般田地，我能怎么样呢？我真想去死，死了吧。一死了之，天下太平。这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李俊，你千万不可想着菲菲。我再也不做那种荒唐事了。少啊，我知道你心里也很苦，李俊，不管生或死，不管有多少难关，我们都一起去闯。
彩儿，这日只有请你做资料。是太儿，今年忙你军女扮乱仗，十出无门，先为见着刘杰无知所害，为了割碎婚约，他离家出走，历经艰辛。太儿，这份情与字，若即并听，怎肯定为是何人？你莫非是？我就是改名李俊玉的盲李俊。啊！你怎么竟会算是闯进宫来了？禀太儿，是我们算是把他带进宫来的。忙里君啊，忙里君，你与班轮上举高位，自古大姓第一位，我今是人龙朝方，谁也难当欺君。太儿，不论是我，请你为我们一家做主啊！要替我们全家做主啊，太儿。那女王的妙美。
我爹杨柳柳，西乡从前这旅游，几位王府好瓦器，岂能琵琶与琵琶，看身子在在哭丧也哭叫，看起来世界大难难以道，了此一生无终地，枉当一生起来吧，哎，在家里闺中一女郎，披哑伴奏暖儿脏，伴奏暖儿倒一把碗飞难用辛苦女，好一个发誓难用
辛苦女儿，太尉铭记。好一个大胆的女子，好一个多心的女子，快起来吧。太尉。陈俊彪一道，敬臣万岁御览。臣当然。臣李俊彪实系贵国女子。有的事实心前天阴之象，三件财宝与王府少华定下情金之押，乃刘氏阴谋天降无王之罪。小女子乔装皮厚，侥幸连中三元，趁皇上恩德得知朝堂，三载为相，今晚下欺君之罪。臣欲以太宰之身不听圣旨，官如赴约，死而无关。倘蒙身上财力开一线之恩，使臣欲死罪。臣欲当从前咸鸭，为生王府少华，从一而终。七臣竟暗暗上书，领表待命，惶恐万分。臣与满丽君进奏。好一个不知天高地远的满丽君，你也欺朕太甚了。女士忠臣何才？臣新臣女士忠臣刘季见驾，吾王万岁万万岁。刘爱卿，老臣在。李俊耀与女扮乱葬，顺其高位，颠倒阴阳，说我造孽，按理该当何罪呀？启奏万岁，按理分斩。斩？臣临旨。将随身李俊耀推出门斩首示众。万岁太恩。两老相公，朕将李俊耀定下立斩之罪，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启奏万岁，李俊耀扫乱阴阳，无辜女儿，西龙老臣也爱朝纲，是四百万名教之臣，你的不兄之女，真是罪该万死。此间一刀了结，岂不便宜了他？一臣之间，不是将他先一副死招？偏有师门两万目共睹，反命图马，以仇万年，岂不是好？好。
好好，就以爱卿受旨，御史重臣。老臣在。朕命你为监军，将莽利军押出金殿，与师门示众，所有战事。臣领旨。
真是地府两离分。我随着闻香往前去，恰未闻爹娘叫大师此生富贵为是我没记录，并且中一朝受人尊，免对为父是天。皇帝小以大义，痛说如果处死孟丽君将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娘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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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杀了你去造。你想早饭早饭呀子娘。你杀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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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孟丽君乔装失常，颠倒阴阳，意列当斩。年仅十七有应，其行酷明，为官清正，功劳卓著，得将至杀面即裁，既往不咎。哦，好，哎呀，女儿你，哎呀。